大家好，我是醉，今天带来一期拳皇98的联机版比赛解说啊。这场比赛是由我大战轩辕胜。二 P 这个玩家他不是一般的玩家啊，他是之前赞助我打比赛的老板，今天就是想和我切磋一下，较量一下，也可以说是想揍我一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打之前啊，我已经了解了他的底细，在他的朋友圈我观察到他曾经10-2三稳战胜过飞舞的键盘呢。飞舞的键盘可是平台一线高手啊，他能赢得这么溜，可见实力非同一般，可以和八神与阳神之流啊相对等了啊。今天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大的挑战，但是以我不服输的性格还是要打一打的。接下来这场比赛，我龙儿把他直接摁倒，安迪开场想秀没有秀起来，在我龙儿的打击之下，而且还中了个必杀。安迪看来是要招架不住了。喂，大招，哇，这个大招放的好溜啊，这么远的距离接住我了居然。但是我们不要慌，蛇鞭走，蛇鞭走。好，第一局我先拿下了，接着看第二局，咱们先领先了。第二局看他的哈维蒂，哈维蒂开场居然抢上一招啊！可以看出啊，他是一个三稳高手，在朋友圈我都察觉到他是三稳高手了，而且在这里的话一珠两稳，他是更强了。走一把，后面飞息飞不到，我的龙儿直接轻拳点蛇鞭。看哈维蒂又抢到招了，但是还是没有连住，有点不稳呐、对，有点不稳，是不是没有发挥出来真正的水准？我的龙儿蛇鞭，蛇鞭扫下盘，没有想到吧？我的龙儿可是摸奖达人，半天给他一个炸，然后大招带走，他的哈维蒂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不知火舞了。不知火舞这一波怎么样？这一局实际是穿三已经很难了啊，可能在前两局中他没有找到手感啊，第三局有可能就找到了。落地飞一下，轻拳两点蛇鞭走，落地大招上去可以。落地还飞，飞过来还是一个大招，哇，又取消，这个我是不怕的啊。好，抓过来，然后废掉他的大招，轻脚点他一把，这一下不知火舞是跑不掉了啊。难逃一死了，哇，没想到啊，我在地狱局居然穿三了，穿三有点过分啊，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了。下一局呢，轩辕胜用大猪啊，这一局大猪的话对抗我的龙儿。大猪叮，不是吧？这个大猪这么灵活吗？现在快速就把我的龙儿逼到了角落呀！铁球，叮，他真的叮了，哇，在我的掌握之内，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破解他，他失误了。又叮，这么狠，这个大猪，可能是刚才随机的角色不会用，哇塞，黑光，好吧，可能是真的是怒了啊，被我打怒了，这一局是想要报复我。现在看下一局。下一局大猪又开始这个转锤啊，不断的转锤摇锤，我也可以震他啊，刚 CD 他不来，你不来我也刚。现在他大猪大铁锤不断的甩我地雷阵，看你怎么办啊。这超大外哥近身漂亮，扔我大门专克大猪，来跳。这一局你看明显手感就上来了啊。叮，铁球大包走上可以。铁球啊，再来个铁球大暴走，可能是要来，没有来，哇，这一下他想秀我黑光，哇，在他打得我剩一滴血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不对劲啊，这肯定是想秀黑光。好，现在看我的卢卡尔吧啊，这一把我把八神给换了，把卢卡尔都给搬出来了，这样如果都不行的话，那真的不好打了呀。开场给他一个搬运，下盘攻击他没有中，反而刚，哇，这个刚 CD 啊居然可以搞这么远抓，哇，小脚已先上天了，这个套路强啊，这是明摆着要穿三我，报上一场的一箭之仇了。跳跳再跳，后面继续跳，这个大猪还得，这个大猪抓过来了，抓过来了，不要慌不要慌，穿三他应该是很难穿三的啊，他就是想秀黑光，咱们就不给他秀。
给一个剪刀脚，现在他残血了，发个波，哎，发个波，发个波，哎，再发个波，应该跑不掉了吧？我这个波啊很难躲的。现在看第四个回合，轩辕胜的金加凡，金加凡快速跳起，被我波给打了下来。看金加凡后续该怎么操作？金加凡跳入，哎，我老卢轻脚点闪现，跳 CD 逆向。其实我这个病啊，其实我这个就是收。如果是想吹一把的话，那就是我想打了一个连环套路。哎呦，现在炫富腿八踢脚，这一下咱们就不吹了啊！这是稳稳的打到了，那有目共睹吧？闪现，哎呦，闪现套路，我其实想套路一个尾连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他基本功这么稳，好，又抓住了。这一下被我抓住之后就别跑了，跑不掉了呀。现在我老卢剩一点血，众所周知，高端居中，这种残血即暴走。现在来看轩辕胜的不知火舞，先来一个飞，哎，哎呦，再来一个飞，哎，起身被投了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一下老卢居然没有过美人关呐，不好打，不好打啊，比分1-1了，老卢难过美人关，这个老卢确实不怎么行。接着看第三个回合，这一局我龙二继续出马。哎，老卢咱们不选他了，他不过不了美人关，咱们选八神。这一局我用龙二对抗他的红丸。面对这么顶级的高手啊，咱们不能慌，咱们气势上面一定要打出来，打出来气势，即便是输啊，咱们要也要秀。哎，看你怎么，哟，轻脚闪电三连踢上天了，这就他没有接雷光拳，他是应该是想踢脚然后接个红丸头，刚才那个动作因为看见他踢中脚了，这一下终于接雷光拳了，雷光拳追加一个轻脚红丸头，大发电的吸，没有吸，哇，这个气也省，这真是勤俭持家呀，这个红丸，哎呀，这老板绝对是持家第一的小能手。好，现在看我的大门，重拳闪电三踢，这么稳，连我的跑跑抓都给猜到了，该我了吧，老铁？哎呀哎呀，哦，哎呀哎呀，这个小飞机打的呀！后面红丸跳，以后还这样轻脚的飞机啊，还不连我？哎呦，还这样？好吧，这是想我想让我秀啊，我要秀！哎呀，蓝之山空袭空了。空袭蓝之山真的成空袭蓝之山了，现在看我的大门，天地反，你跑不掉的，今天必须给我秀一个空袭蓝之山，哪里跑，我不单要秀空袭蓝之山板边，我还要秀一个地狱折落，呵，哎，后面下地村上服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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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动没有动啊，不行的，哎呦，没有动，这个雷光全搞的。好吧，现在看第三个回合，我下一个角色了，这个红丸太强大了吧，我最后一个八神出马，现在红丸又想用闪电踢弹我啊，你看呀，我知道他要用这一招，但是就是没有反应过来，没有想出对策来，还他就来了，现在我的百合折要出现了，我的经典老年百合折，哎呦，但是他还真中了，虽然说是老年百合折，中了几招，现在我的哇 CD 雷光拳这一下够伤够伤啊，红丸头来了，大发电的吸了，嘿，起身看红丸还有什么招，你没招了吧，你没招该我了，葵花三式他不中，那再来一个，一次不中两次，两次不中咱们三次，现在红丸要不要紧追其后，八神我八九杯，哇，这么远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远穿过来啊，八智女也给我废了，你跑不掉了，最后这一个招式啊，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内，我刚好给了一个小升龙。接着看他的玛丽，现在玛丽做好一个防备，他跑抓了，我不是把我强反，强反已经没有用了，现在啊，来不及了。好吧，今天比赛到这里了，又是一个惨败呀，太惨了。